我敢有看唔到？阿伯甲阮新民做伙？即马在我身躯边配贴的人，加你啊！卖看我真轻呀，平常时哦，我是真孤单，心内话哦，嘛唔知要找谁讨。啊，你敢拢无对胡林讲你的心内话？我看胡林就很欢啊。我是有人是因为哦，你的八字跟我较合，会当帮助我的事业发展，唔知会跟伊斗阵的。大家拢知影啦，曹强不是我亲生，我跟伊敢那会当算讲是有名无实啦。啊，既然夫人的八字这么好，你唔就应该更加珍惜伊。该生囡仔，奈有名无实啊？算起来，我嘛算讲是一个修道人啦。这么多年来啊，我真用心的修炼，迄尽量都无尽如实啦。那呢，你们都为我破解啊？不要紧啦，修到这坎站。应该差不多了。人生哦，总是爱有选择的。现在对我来讲，上重要的人就是你。你对我这样看到，我真的很欢喜的。但是我会当为你开枝散叶，回报你对我的感情。你知影有偌好，那呢以后对家几个真正爱你、真正关心你的人啊。嗯，哎呀，那顺其自然，那想要济啦。你放心，我会和你跟我做伙每一分钟，拢会感觉真快乐，袂记所有烦恼。你是李逵，叫我来处理。是。起来啦！我看到恁两个人未来家，我搁想讲是我看唔对啊。后来你来问，才知影是有人帮场，唔让别人进来。阿伯，你为着跟万新民做伙，竟然包场，你哪会当做这个袂见效的代志啊？不是啦，你误会啊啦。我误会？万新民，我阿伯拢已经几岁啊？你搁甲妖怪？你真正就袂见效的你。好呗，就跟你讲我会啊！你大心大命，千万莫跋倒了。你讲我误会，我亲眼就看到你跟我阿平两个人在相亲呢，还讲我误会，我你解释清楚啊！你两个对阿在创啥？拄则我看到你两个人行入来时阵，我阿平家迄条领带，就是昨你跟我抢的迄条。原来你昨去买物件，就是要来白给阮阿伯。无你即摆是想要破坏阮刚刚的平静？无唔对啦，我甲新民哦是有来往啊，啊不过伊亲像本官，
我嘛真有沾沾啦。我来交往哦，袂去影响到任何人的啦。是啦，都才是总裁讲的安尼。我是爱伊无唔对，啊，不过我从来拢唔捌想过我变胖还尴尬。拜托你，请你莫讲出去好不好？你算做啥物囡仔真好骗？你会单纯为着爱，不顾一切，真正是笑死人呢！你嫁给我阿爸，绝对是有目的，不是为着钱，就是为着地位。什么人有什么目的？我的糊涂到什么拢看不出来。回电哦，这是我的代志啊，你别插嘴啦。不可能啊！我绝对不可能结点点。洪万新米这种人，你来咱家，就亲像应贵人们，以后绝对腥风血雨，后患无穷。你是有家庭的人呢，哪有可能没有影响？我今嘛有等伊个阿妈阿哥阿母讲。你袂当去讲啦，阿无规个乱去啊，就莫阁乱啊哄啦。放手啦！讲啊，你唔讲，我早晚嘛是要让全世界拢知影。我是江崇仁身躯边唯一的查某，啊，不过即马时机还袂到，我袂当予拄开始我要做的代志有任何的死角差。江超越，我想对你点头，我即马头有外低，将来你就会予我打外低。手啦，放手啦，好啊啦，一切拢爱怪我啦，你莫予总裁为难啊。本来就是你的不对，我今麦就等你跟我阿母讲，叫我阿母制裁伊。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，你莫讲出去好吗？那是因为我爱总裁的名声怕歹去，那呢我退出了。我为今麦开始，我就跟伊撮合你，我袂阁跟伊哥哥弟啊。你讲的话，鬼才相信，谁啊？小月，你妈没好吗？第一次没管，你就管我就好啊！你千万别害总裁名声怕歹去。无你要安怎？想为你放过总裁，你甲我讲啊，我拢会去做。你即马知影惊？有贵人红事的时阵，咱拢唔知影惊。你即马根本就是想要拖时间，然后继续跟我阿伯偷来暗去。我绝对会叫阮阿母。去告你侵害配偶权，让你替你死心。啊，超越啊，无需要闹到安尼啦。是啊，你若真正让夫人去告我，那咧总裁秘书是要去到倒位去？恁家己做袂见晓的代志，阁怪我无给阮阿爸面子。你这个狐狸精，手段真正有够多的。我无在要管你。啊！不过花都有，绝对会把你的关系全部拢揭露出来，让大家拢知影。我已经讲过啊，这都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对，我会退出。对感觉造成的伤害，就到这为止。你若真正让狐狸去告我，身份证记光，那安尼？这才是对你造成永远都无法度抹掉的伤害。你敢真正要因为这个代志，让总裁付出上大的代价？你敢真正忍心要伤害总裁，卖再讲乎你？王阿新苗，你第个断啊，袂阁来往啊。可是讲，阮讲话若无算话，到时啊，看你要哪处置，阮都无话讲，哼。我保证，我袂骗你。啊，若无，我马上证明予你看啊！你看，我甲家己拍到安尼，总裁拢无替我讲话，好假。你嘛真后悔跟我做伙，无得卡，真正因为你的出现，伊就醒啊，伊就袂阁跟我继续来往。
好了，你先走啦。我跟超越有话要讲。我知道你很烦恼的，我们大家都很愿意替你分担啊，是你不愿意把心内话讲出来，才会让自己的压力这么大。我就是不想要让家里人烦恼，想要让你们过更好的生活，不然才会把所有压力和烦恼都吞下去。现在我想要让我放轻松，让自己一个奖励。我跟你说得不输，我犯什么天条呢？你这么辛苦就是要让我们这个家可以幸福平静，你现在所用这款会把家庭毁掉的方式放轻松，这样不就等于是把你辛辛苦苦打拼来的结果毁掉啊？我知道啦，我不应该偷来暗去不过我跟你阿母做伙这么多年，你也看到我们是怎么相处的，我根本就无家庭温暖，敢讲连我做一个赚钱的机器拢无感情，安尼才算讲是一个好人，是吗？这个家哦，真需要秀兰，我真清楚啦。啊，不过我嘛需要感情的温暖，抓好啦，前面伊就挖过来，我一时心存，唔知。但不过你讲了对啦，伊不单纯，以后我袂阁甲伊有交叉啦，你就莫阁乱啦啦。若讲出去啊，凡世万亲面，伊归去啊，不分乱，走去刺客阿妈甲阿母，敢讲这就是你想要看到的结果？要甲万亲面切互你，毋是遮尔简单的代志，伊的个性。他绝对会继续乱。我知我知，你放心啦，我有站站啦，我袂连一个查某人就无得应付啦。你哪会拍家己啊？拍个遮大力啦！我看你拍个呢哦，心肝每拍一个哦，我就丢一个，痛个。我若是无咧糟蹋我家己，江超越要哪会帮你耍啦？你敢真正要甲我切乎你？哎，我拄只讲遐个话啊，只是咧应付伊啦。我哪有可能放着你？歹势啦，互你受委屈啦。好佳哉，你无真正要放下我。那安尼，你爱我吃啥物苦，我拢甘愿啦。头拄仔伫个江超越面头前讲的遐个话，迄拢是我的真心话。我绝对袂破坏你的家庭。只要有当时啊，你让我看到你，我甲你做伙，安尼我就满足啦。好啦好啦，我知影哦，你上关心我，嘛上体贴我，委屈你俩，我会弥补你的。江超越，你这个查某孙啊，你凭什么管我甲江崇仁做伙？好啊，你要跟我打，咱就来打看卖。你惊尴尬大乱，我就予伊乱一下较有诶。等我有崇仁的囡仔，我保证，我绝对会甲恁规口罩拢处理掉。